适量的白醋浸泡十分钟，让莴笋更加爽脆，然后捞出来控干水分，放入蚝油，再打入一个公鸡蛋，然后少量多次加入料水，用筷子蚝油，再打入一个公鸡蛋，然后少量多次加入料水，用筷子。大人孩子都爱吃。如果您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的，可以关注我。不错，您肯定没见过，而且更好吃。娇子，肉末加葱姜水，做起来吧。我要说啊，这葱油拌面做，水开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面，啥面都行。煮好后过一下凉水，可以更清。一大勺糖，适量香油、花椒，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，加两勺生抽，两勺陈醋。做法不但简单，做法不但简单，倒入砂锅中，放入泡好的粉丝、煎好的豆腐，一锅出，太香了，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。呀，以后你要是在家里炒这种花菜，你就想简单，你只要记住这两点，就能轻轻松松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。浸泡十分钟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水开，倒入花菜，加一勺盐，烫一分钟，捞出备用。